什么？你三弟，说起来你们差不多。因为人是群居的这个动物，是社会群居的动物。群居的力量或者是基础是什么呢？最关键的是爱心。你要达到和谐的一个社会的话，最关键是一个这个社会就是要一个清廉的社会。加上啊，七六五这话的开始不到，讲那个 image 的开始不这个就是他对中国的这种形象，的这个重要性和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性，他在注重这一点。这种垄断跟控制言论自由，这种是非常不道德的。我十三亿中国人了解了事实真相以后，我相信他们有分辨或者是了解这个对错真假的这么一个智慧和能力。云迪斯，就是你是文明的，就是在这边没信息，要都很清楚的。未来是掌握在这些年轻人的手中，所以这些年轻人对未来抱着一种很这个正面的一个壮劲是很重要的。追求的目标是民主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念，也要有这种宏观的眼光去看，而不是微观的只看到一件事情。很多制度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变化，包括中国。想想啊 ，step by step 向中国还是个人。1997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了台湾，然后2001年的时候第二次去了台湾。只要台湾政府允许，我随时都做好了去台湾的准备。